啊 ！Q A W A。一技能挡一下 Q 技能的伤害。A 个不灭。哎呦，没 A 出来。好小气啊！怎么 A 个不灭？你降职不给我 A， 你又不掉血。A 个爆破嘛，你那么小气干什么？你又不掉块肉，该回家了嘛，那我们直接 B。 想偷兵线 啊还不回家？你为什么不回家？Q 闪，哎！Later， 我们阿卡丽能打过，这把很关键。E Q W 回弹 ，A Q A A Q A， 叮叮叮叮叮叮 ，A 个爆破 ，A 个不秒后 E。每一下爆破都能对他的心理造成极大的伤害，是不是不给？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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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操，好痛好痛好痛！小气 ，A 个爆破怎么啦？啊？土龙，那我必要针他一针。拿龙呗，他们少人，他们这条龙应该是放了。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打谁了啊？这这这这这这，A W A， 龙还没打完呢。
没那么好推啊。别急，啊，队友死完了，我不知道，我被铁男关进去了，发生了什么？我感觉亚索他上来送了呀，不知道，我被关起来了，铁男把我强行关住了。可以给打，可以给。你大王是什么玩意儿？那我先把亚索杀了。不是，你打我干什么玩意儿？过来吧你 ADC， 呜，我一个斩击，我 QA， 我 QA， 我一个 Q 闪 AQAQ一 Q 二连，我一个 W 减伤，嘣，拿下，军事局没事，我会出手的。大招，我上不去啊，我眼巴巴，我操，我想啊他啊不上去，打不动他，就一个这个装备怎么可能打得动我，我都四件套了，我一个六神装一件套能打得动，打得动吗？就比如说我十八级你十一级，那能打，那肯定打不动啊，他打得动我才奇怪。他在哪里？一 Q 二人，扛着拆了得了。我操 ，EJ 刷输出是吧？不好意思，耍杂技了，不耍杂技了，不耍杂技了，拆塔了，拆塔了。这把只加十七分啊，没事，有的加就不错了。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。谢谢大家。